乘客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后边有点忙，让您久等了。是我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。这是你需要的资料，还有几份行里现在没有，得需要向上级申请得去。杨行长呢？杨行长现在有点忙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啊，我送送你。麻烦帮我转告杨行长，有没有时间能请您吃饭？哎，不用不用，田总，你这就太客气了。哎呦，您看我这还有事儿，就送到这儿了。哎，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没事，弄差不多了。哟，田叔叔好。灰灰吗？这不是，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记得小时候我带你打弹弓了吗？啊，记得。孩子怎么了？啊，是不是因为他爸？啊？不是，在学校出了点状况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了。就是因为他爸，这孩子受苦了。先说正事吧。我把咱俩合资买房的房产证跟账目都拿过来了，除了首付第一笔是咱俩合资之外，后面每个月的你这套房子和你上海那套房子的租金，我都拿来付你这套房子的按揭，不够的部分是我垫付的。嗯，这三年的每一笔钱我都记了账，你再核算一下，看对不对？算什么算呀？你我还不放心？理财这种事交在你手里，我放心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出来能有钱花，有房子住。还有手机用。我本来也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出问题，谁想到呢，差点连你的本金也赔进去。嗨，这都不是事儿，主要好像林的混蛋出轨的是他，闹离婚的也是他，自己做了孽还让你当垫背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不是检察院动作太快，我非弄死他。行了，别提他了。行，先回去吧，安顿好了别让孩子受苦。知道。耍完手机啊，伤眼睛。喂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外面呢，怎么了？我找你去啊。我跟牛办事儿呢，一会儿再说吧啊。那你先忙。